天空下的太平洋，一直蔚蓝着。太阳下的我们还在，一直在唱着，哦，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哦，拉前行。一起前进还是一起后退？大家生活在这种共产世界里面，有时候自己觉得我干嘛那么努力，就我不努力也不会怎样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矛盾。但我也很感谢部落对我的期待，然后我更感谢的是大家愿意给我听我唱歌，因为你知道在屯屯乐团里面或者在拉琴系里面，大家看过我小时候的样子，所以大家不觉得我出唱片会怎样。而且那时候我刚得奖的时候是得金马奖，就是一个不怎么样唱歌不怎么样的人才会去得金马奖。哎，今年金马奖60周年，那些都是唱歌不怎么样的人。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很多想法，可能玻璃心吧，就对什么事情都会比较有一些雷达跟敏感，但都还是会变成我的创作能量。我还是很愿意尝试一些事情，即便团员或者是我的阶层会觉得说你干嘛要带宝高文，你干嘛要做海边海参阿米斯姐姐干什么那样，或者图人图学吧这样，他就觉得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在干嘛。水滴绽放那么
的想，不一样生活在家乡，不去离开那地方流浪，只是没有阳光的温暖，梦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淡，路灯没有照亮，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Oh yeah.